歌曲来自于这位超级巨星，他的电影《功夫灌篮》即将在春节就要上映咯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他是很忙的周董周杰伦，这一次呢带来《功夫灌篮》最新的音乐创作主题歌曲，听听周杰伦加上了阿杜杜国章的周大侠。眼睛常常祈祷，每天的锁，我吃你豆腐。